作为第六届海峡青年节的活动之一，第二届两岸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今天在福州郎琦中学拉开帷幕。首场对阵双方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。首次参赛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共有15名队员参加，其中有2/3是第一次来大陆。一方面人家增加球技嘛，然后二方面就是能来多看看这边的，多看外面的世界，认识一下这边的朋友，交流交流。棒球垒球是台湾地区最为普及、最受关注的运动。本届两岸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以家为主题，借用棒球以回本垒为目标，默契协作、共同努力的精神，寓意两岸青年不断努力、共同进步。我很期待跟海峡对岸的同胞们做这个棒球的交流，因为我从小也是打这个球的。我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棒球这个运动推展到大陆的，让大陆的同胞跟我们共享这个运动，这样子。据介绍，今年共有厦门大学、福建农林大学、台北市立大学等两岸6所学校的130多人参赛，并在原有活动基础上增加棒球进校园、走访创业孵化基地等交流环节，以增强台湾青年认同感。本届赛事将持续到12号。